来到篮下，被子转身，好球！但是很难。一个是耐克三对三篮球联赛两场的冠军。来到篮下，我舒服的坐起来，是那种太舒服。对，还不是这个特别能找到这个感觉。是。转身来到篮下，晃开，这边上篮。有啊。30岁高龄了。来到篮下，一个变向。嗯。这个球已经是两犯了，我们大师赛是五犯发球。来到篮下打身，双方这你来我往啊，一直紧追不舍。那陈楠这边，对，我觉得他心态有受影响。那陈楠这边转身，哎，防得不错。这个球大韩是打进。